喜欢啊，虽然还是错过，但是就是我一开始喜欢摄影是因为袁伟豪啊，我跟他一起拍使徒的时候，他拉了好多相机，然后我就拿他跟杨朝海他们的相机开始玩，然后就开始觉得就是摄影是很厉害的东西啊，所以这一个摄影节我其实早两个星期已经来看过一次，因为我觉得平常我们就很喜欢去外地的时候去看展览，但是现在没可能，所以就留在香港，也希望可以有展览就可以去看，所以就感觉自己好像有一年旅游的感觉。老公喜欢摄影，他会帮你拍照？他不太喜欢，但是他已经习惯了。因为他就是我的人生的摄影师，所以好多时候无论是工作还是我们生活一些要记录的事，他都很自然的拿相机起来。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拍的不好，但是慢慢的之后，我发现他也拍得挺不错，所以值得鼓励。